上一次的茶會又很快就到我們這一次的第二次茶會了，幾年疫情的第二次茶會，好開心地見到大家，真的多謝大家百忙之中來到我 party 那裡的，多謝大家。好，大家好，咁我要講的心意都講了，咁大家就玩得開心啲，就食得開心啲。最主要你哋掌聲同埋歡呼聲支持嘅喎，嚇，係啦，最好買啲大嘅心形咁啊，咁啊唔同啲啦。係啊，最緊要大家要齊齊出嚟玩，齊齊跳，齊齊唱。係啦，齊齊咧又坐火車啊，哇！我哋坐高鐵啊，真係。坐火車揸火箭啊！去到啊三公主的 party 嗰度最高位啊！系啦，我就话最高景处啊，真系咁好啦，我哋大合唱啦，第一首歌就送上一首《情花开》俾大家。好，掌声支持！哇，《情花开》啊，开灿烂一首怀旧金曲啊，由三位公主马依菲啊，送俾大家。哇，《情花开》开灿烂，如一首。